你就是靠干爹养的啊，你一定有在做黑的吧？你在卖吧？啊，靠干爹养还怕别人不知道？猜猜看，我一个月的支出到底会花费多少？其实也没有很多，17万台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王与康熙。上集说的支出零零总有这么多，一定有观众很好奇为什么没有收入。也有很多观众呢在下面留言说要查我水表，还有人说还不是靠干爹养的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就是要网红、实况主、YouTuber 的收入大公开。那为什么这个 slogan 这么长呢？原因就是我兼具这三个身份啦，所以我就要来一一分析给大家，究竟哪个身份赚的比较多，还有 total 加起来我一个月收入能有多少呢？那首先呢，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实况主。那大家都知道，雨熙最早一开始就是从实况起家的。那以前的实况呢，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做，广告收益很少，所以大部分的实况主，好啦，包括我，都是依靠抖内为生。谢谢你的赞助，拜拜。但是现在风气已经大不相同，实况主已经不再靠干爹为生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在去年的时候，有一个风潮，很多的各大平台进攻到台湾，他们就有很高额的签约金，还有每个月给的超高底薪去跟实况主谈条件。那也有一些实况主陆陆续续转移到这些平台上。那这些签约金呢，其实真的非常可观，因为他们都是以美金来计算的，所以以我自身的例子来说的话，至少也有5位数的美金。那这样这么大一笔的金额呢，其实对我们一般人，甚至是对实况主来说，都非常够用了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实况主都是靠干爹抖内为生，已经不成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。那与其我呢，又跟 Facebook 签游戏实况约，再加上每个月的游戏业配，一个月平均下来，差不多也是30万到40万台币。其实这个金额真的算是还蛮可观的，对吧？好啦，那这就是我实况主的第一个部分的收入。在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网红。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太能算是一个网红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一些网美一样那么的漂亮，或是很会化妆啊。但是因为我的 IG 也算是经营的还不错，现在有60万的观众追踪啊，还没追踪的赶快帮我追踪一下。所以我也会固定接到一些美妆啊，或是超商的业配。那业配我会根据它的性质的不同，或是贴文的困难度，所以报价稍微会做一些调整。那平均一篇呢，我是收3万块台币左右。那可能有人会觉得，哇，雨熙你3万块好贵哦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算很便宜了，因为每次别人听到我的报价，都会说，哇，天哪，雨熙你超便宜，你超划算，真的。因为很多同行的其他人，我不能说是谁，但是他们可能粉丝数少我一半，他们报价却是我的两倍，所以我算是我觉得还蛮公正、还蛮平均的一个报价啦。那我平均一个月的业配贴文差不多是3篇到5篇不等，那这样一个月的费用呢，差不多就有10万块这么多。所以当网红的收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，但是它跟实况主比起来，好像还是稍微的略少一点点，对吧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超级期待的第三部分。为什么还是哪个B？不好意思，感觉好像一直想戳你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第三部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 YouTube 的收入到底是如何。那相信大家也看过小玉的那一支影片，就是 YouTube 的年收入大公开到底多少钱，大概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，欸， YouTube 的赚钱模式。那我这边呢再简单的说明一下，其实 YouTube 的赚钱模式呢非常简单，分成2大部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常常请你们看广告，不要略过我的广告，这就是广告收益。 YouTube 的广告收益呢，其实这种东西有大小月之分，那我平均一个月差不多是5000到10000美之间。那我抓一个最平均的数字好了，差不多一个月收益有20万块台币，这算多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金额。再来呢，就是大家好奇的，那 YouTube 的业配如何呢？那其实 YouTube 的影片业配跟贴文方式还蛮像的。怎么说？我会根据影片的类型、影片的困难度，还有这支影片是不是要出外景，需要拍摄的时间有多长，还有厂商有没有希望有多的 KOL 来跟我配合演出等等，去决定影片的报价。所以这边我也不能给大家一个很准确每支影片的报价数字，但是我大概有算了一下，我大月就是指我这个月的业配接的比较多，小月就是业配接的比较少，大概分别是多少。那我大月的业配一个月差不多可以接到50到60万台币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做什么了，算是蛮可观的。所以这边也非常感谢厂商的爱戴，也希望厂商可以多多的来找雨熙业配啦，绝对修个短袜哦。
那最少最少我算过应该有20几万台币，所以我们拉个平均值的话，差不多是30万到40万，对吧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好，那以上三大点我们统计出最会赚钱的是谁？当然，没错，第一名竟然是我们的 YouTuber，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高中生常常命我说，雨熙阿姨，雨熙姐姐，我想请问，如果我高中毕业不想念大学，可不可以直接当 YouTuber？ 我可以当你的徒弟吗？我还蛮常收到这些私讯，大概是因为大家都发现 YouTuber 有这个赚钱的潜能吧。必须小精灵读书也很重要，如果口条不好，词汇不多，创意受限少了，体验生活的经验少了，交友机会在网络上和大家分享的题材可能会受限。不过不想读大学的话，也可以学个一技之长，像是可以学剪接还当语气的片师。我话多了，好啦，也不是鼓励你们当 YouTuber 啦，因为其实 YouTuber 这种东西真的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经营啦，一开始是真的不能像现在这么赚钱的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评估一下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啊。总之我们的第一名就是 YouTuber， 第二名就是实况主，第三名就是网红。那这个都是以我自己的经验去跟大家做分享，不代表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。那最后大家很好奇的 Total 的收入加起来是多少呢？差不多80万台币，不过这个是一个非常平均的数字，当然会有高有低，有时候可能60几70几，然后有时候可能更多可能也不一定，对，所以啦，这边就提供给大家稍微的参考一下啦，当然这是一个参考值，不代表所有的网红或是 YouTuber 实况主都是这样的赚钱模式。最后这边我想要补充的一点，大家也不要小看实况主哦，我敢跟大家保证，现在大家市面上看到实况主一个月收入一定是超过10万的，好不好？我可以给你们下这个好语。会不会做完这集我就瞬间没了实况的朋友？真的啦，相信我，是有在播实况的这些朋友一个月收入肯定是超过10万，这个肯定的。所以不要再说我们是靠干爹养的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可以把自己养得很好，好吗？大家大家只要把我的影片广告不要跳过，好好的看完，我就非常感谢了。然后任何留言在下面告诉我，我就真的很开心了，谢谢你们。雨熙有今天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好啦，那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怎么样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在下面留言任何意见跟我分享，最后不要忘记订阅雨熙的频道，拜托，好，赶快冲50万订阅，希望大家订阅起来，我们一起加油，订阅。好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Ha ha ha!